韩国瑜浮选列车开到嘉义县，台上站的候选人是王玉敏，韩国瑜帮忙拉票，把这一位扯进来。如果国民党在嘉义县长提名侯友宜，你们投不投票？在嘉义县提名侯友宜会不会当选？为什么危险？因为太嘴狼，跨洞我还跨狼。拿出身嘉义的蓝营政治明星新北市长侯友宜当比喻，韩国瑜直言若侯友宜选嘉义县一样艰辛，试图打破嘉义县蓝营铁板一块。但话锋一转，现在啊，嘉义县长11月26号投票，我不知道谁输谁赢了，选举不知道，选美我们王玉敏现在已经第一名了吧？过去他参选的理念，他之前翻转了高雄，我也希望秉持他这样的精神，就是可以来翻转嘉义。王玉敏说要借重韩国瑜在高雄胜选经验，直接忽略了韩国瑜也是直辖市长遭投票罢免第一人。韩国瑜站台帮王玉敏辅选，嘉义县长翁章良淡定面对。韩国瑜先生啊，现在到处全国啊帮啊国民党的候选人站台。所以他来帮王玉敏站台，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，不是在谁站台的问题，而在于这样的候选人，那大家对地方的贡献度，包括是不是能够带动地方进步。而少和社福团体在国际生障者日变装走上街头，翁章良帮游行队伍加油打气，不管对手请谁辅选，照样跑市政行程。忙者在选战中母鸡带小鸡，不管对手请谁来辅选，先稳住自己的拼连任节奏。三立新闻六国从文玉官加以报道。